应该改个国籍给你妈妈。大家好，这个就是那个传销老总的窝点的一个传销老总的，他现在是这边是说我在那边闹事，嗯，请大家来那个，嗯，对，这个传销老总的姓刘的，嗯，他是我这边闹事，我老婆现在搞得这个样子，你拍，嗯，大家来拍，嗯，希望大家来转发一下，各位兄弟，我江西瑞金的，对，江西瑞金这边传销窝点那个，嗯，空庭的。空庭这边我来找过他两次，前天跟那个跟大前天过来跟他沟通了以后呢，他现在是黑社会跟东关的这些领导的一些那个来威胁我，哎，今天跟我老婆给我老婆洗脑，说我这边来闹事，我现在就这样跟大家说，我现在是过来闹事了，哎，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他们用的那个能够治疗癌症的一个这个产品，大家看一下哈，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这家里面买了一些全部都是这些垃圾食品哈，大家看一下，嗯，这个就是那个空庭的一些垃圾食品，嗯，就是我老婆买过来的，嗯，大家看一下，请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嗯，哎，就是这些都是传销的，我大不了就是一个人跟他们拼了，嗯，让他们叫过来，嗯，传销老总，嗯。